胎压，个人骑在这种类似健康步道、鹅卵石那种步道，然后破胎了。被压迫，像这个踏板转轴啊，这个部分，这两只用久的话都会积一些那个水垢，那在拆卸的时候可能是不好拆卸的，啊，也有可能造成螺丝的一个断裂啊，相关的一些问题。所以一般我们都会帮客人在换轮胎的时候把这个去做一个打磨的动作，那这样子是比较，这样的动作呢就是确保就是踏板呢是一个健康的状态，那可以顺便检查是踏板的转轴是不是正常的。 OK， 继续工作。